挑战一天只吃鱼。早上起床，把鱼鳞放到锅里煮，过滤汁水，做一个小熊鱼鳞冻。早餐就吃个小熊鱼鳞冻。到了中午，把鱼骨放在石板上烤，做个香辣鱼骨。午餐就吃个香辣鱼骨。到了晚上，鱼鳞沾上鸡蛋，裹上面包糠，放在油锅里炸香，撒上椒盐，做个椒盐鱼鳞。晚餐就吃个油炸鱼鳞。真是舒服的一天。这不是我的彩蛋。一个字